Thank you.
有没有没有，我看方向觉得应该不。咦，刚刚是师太，因为师太太矮了。看手指也知道不是我。就是师太了。发球没有打篮板，
您是在对镜头挥手致意吗？哇，妈的，你剪头发要让你的拍下来。观众朋友们，我们去陪鲍静了。